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跟我的朋友苏苏还有小熊来到了士林这里来吃港式点心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廚窗港點源自桃園的春命食堂，在桃園经营得非常成功，转战台北，2021年底在士林开幕。半年多来，饕客们心心念念春命食堂奠定的美丽光芒，对士林廚窗港點抱着出身世家的疼爱。但是日子久了，慢慢地，台北人挑剔的舌尖也开始对廚窗港點有一点不满意。开冷气了没？我昨天开了一下，开一开又觉得好冷，就把它关掉。